大家好，我早是十号。羊呢？他现在在后面收东西。嗨，我们要去露营哦。去露营。对啊。今天为什么要去露营？当做我们一年一次的员工旅游。对，因为我们去年年末事情太多，有些身体也就是不是很好，所以就趁这个露营的机会，让我们好好的休息一下。那露营的话就是亲近大自然嘛，然后还有个重点就是要自己煮东西吃。哎，你整理食物了吗？哎，还没，我还没拿。那你去拿食物。好，我去拿嘞。好，食物的部分呢，我们准备一些新鲜的蔬菜，然后还有吐司当隔天早餐吃，这样实在太单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额外准备一箱猛的哦，来来来，来，哇，超丰盛的。我们今天晚餐呢，就决定用这些蔬菜来煮火锅，嗯，然后配上我们的主食，就是这个香鸡饭。香鸡饭，大家应该都听过。对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它只要用水泡就可以把它泡开了。对，对，所以你说爬山啊或露营真的很方便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只有这样绝对不够，所以我们还另外加菜，加菜，对，加了这四盒，它都是只要隔水加热就可以直接吃了，这个真的很方便，而且这看起来很厉害哎。对啊，包菇三鲜。好，那早餐呢？早餐的话呢，我们决定用吐司，然后夹这四种口味的素松，有牛蒡、南瓜、卤味跟咖喱。他们家的素松超级好吃，嗯，真的很好吃，又脆又香。对，然后再来。只有这样也绝对不够，所以我们另外又有加菜。哇，这太多了吧？勾扎比的哦。哦，对，这比较勾扎比。哇，好这样。哎，我们到底是去吃还是去露营的？我们是。露营还是要工作。最后一个收好就好喽，准备出发。耶、yeah。往那个方向去。OK。拜拜。好吧，停车吧。OK。都是那个露营车，总共有六台。嗯。我们今天好像是二号。对。实况转播。对。哇。然后那边是可以远眺湖畔，有没有？我说对了。哇，早上就可以坐在前面的椅子看，看湖。然后那边有一些那个桌子，到时候可以吃饭。嗯。哎，这边，哇，怎么样？这边很齐全，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哎。哎，你要干嘛？那哪有人一来就睡的、啊？而且你看这边，你早上起来就可以这样，太矮了，哈，看不到，就可以这样远眺湖畔，有没有？这个风景，我们早上就可以在这边吃早餐。嗯，我们的桌子。对啊，我们真的好久没有亲近大自然了。对啊，哎，那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里环境？好。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这边是诺美地露营车，我们今天坐的是二车。我觉得二车呢很适合一家大小或者是三五好友一起来，因为你看我们刚刚那边有床，对不对？这里面，来来来来来，这边还有一个上下铺哎，我竟然有上下铺，对啊，所以就可以爸爸妈妈睡那边，然后两个小朋友睡这里，总共可以住四个人这样子。然后这边的设备啊，很特别的是它里面有淋浴间跟那个厕所，它是分开的、哦，大概是跟你很齐全哎。然后这边竟然还有个大冰箱，大桶的冰箱，很大哎。冷暖气设备，它这边不用怕冷死。然后你要喝热水的话，这边有烧热水的，然后吹风机、盥洗用品里面都有。然后这边也有提供浴巾啊或什么什么的，牙刷、牙膏。但这些我们都有自备，就是可以环保一点。总之呢，就是来这边，你就真的只要人来带食物来，其他一切它都帮你打点好。希望今天可以在这边。度过美好的一天，耶！我们的员工旅游，我们可以去吃晚餐了吗？好，走，走。哎呦！好，现在这个火锅正在加热，先来开箱小菜，耶！它这四个做法呢都一样，就是很简单。它里面都附了这个小包装，然后一个耐热120度的盘子。不过它除了微波以外，它可以隔水加热。哦、oh。对，所以也很方便。
不过它量还蛮OK 的，量蛮多的，哇，很香哎。对啊，这个很香，好像在板豆。对啊，哇哇哇，哦，哎，这四道菜都是很下饭的那种，那好丰富哦。噔噔噔噔，好，我们来个微波吧。哇哇哇哇哇哇，哎，很香哎。对啊，有没有都是蔬菜的鲜甜味？郑大厨，香鸡饭是咖喱口味哦。然后它里面的包装很简单，它就是一包米，然后跟调味粉。哎，它料很多哎，其实。哦，非常适合灯箱或炉。嗯。所以它这个饭其实是干燥过的饭。对，它都是熟食。它只要加水就可以。所以其实香鸡饭的概念跟对连厨的这些小菜概念是一样的。哎，就好了。哇哇，开动开动开动！哎，好吃哎！哎，那个咖喱味好重啊。那我们先吃这个好了。它这边有很多蒟蒻，跟非常大片的杏鲍菇，跟一些像是木耳啊，还有红萝卜。可以哎，它味道比较偏重，但是非常入味。哎，比我想象中好吃很多哎。素肉燥，然后我把它拌到那个咖喱饭里面吃。哇，很好吃哎。我觉得这道偏油，它也是比较重口味的，完全不会辣，咸度我觉得蛮刚好的。然后里面酱有碧琪跟红萝卜，哎，增加口感。对，口感比我想象中丰富很多。然后我觉得它拌在咖喱饭里面好吃哦，里面有笋干，然后海带跟素肉，嗯，这是我想象中的味道，还不错。它这个刚好放凉了，所以刚刚好，酸酸狗狗的，然后海带是本身有点脆度，所以就是我想符合我心中的期待。通通吃光光，大胃王在此，完食。嗨，大家早安，今天天气很差，因为山上起大雾，然后还下了一点毛毛雨。我们去看正阳在干嘛。哇，你在做早餐啊？对啊，因为被雨声吵醒了。那我们今天早餐吃什么？我们今天早餐要吃素松三明治，然后加那些配料。对啊，他们家的素松超级好吃，非常酥。你可以选，我特爱牛蒡跟卤味。牛蒡跟卤味，对啊，牛蒡跟卤味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吃牛蒡跟卤味。OK。啊，烤焦了。接下来为你客制素松三明治。哇。哇哦，超多汁。很 juicy 哎。对啊。这个配素松一定很好吃。好，这样就好。好。哇。怎么样，我的手艺？嗯，好吃啊！那它的素松真的超级脆，然后牛蒡的味道非常香，配上茶香豆干很可以耶。我觉得这个卤味的素松跟这个卤杏鲍菇真的很搭，然后他们的素松我真的只能说又酥又脆又香，还有卤味的味道，真的很赞。有那个卤味的味道还蛮重的，很特别哈。然后它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搭在一起就会增加那个卤的香气，卤上加卤。哦，那真的没办法。可是我们真的很久没有亲近大自然，然后那么无忧无虑的过上一天，所以我觉得这次体验还不错，这样还蛮舒服的。我觉得露营车真的很方便。嗯，超方便。看那个露营车里面还可以洗澡，然后还有电视，还有冰箱，什么都有。所以就真的只要带吃的东西来就好。而且我真的觉得连厨他们家的产品啊，又棒又方便，很方便。对，很方便。你看像速冲啊，就是如果你在路上肚子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配着吐司一起吃。他们还出了很多很方便料理的那种料理包，对，很快啊，它只要隔水加热或者是微波。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体验露营，然后又不想要从头到尾自己煮，会觉得很麻烦的人，真的很推荐他们家的产品，就是很适合我们这种懒人露营。对，懒人露营专用。而且它的通路其实蛮广的，各大素食专卖店、超市，甚至连成品书店买得到。所以推荐给大家。那我们这次的两天一夜露营就到这边结束了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对，忘记讲了，只要上网 Google， 然后在联厨的官网购买，输入折扣码 TRUEVEGO 就可以享有九折优惠哦。赶快去买，速通特好吃，一定要买。